好，我们现在在那个觉醒大暖季，我们在寻找蔡哥。我们现在在大暖季外面，根本进不去啊！根本进不去，走到哪里都被困在厕所，要求拍照。在厕所已经拍好几组了，而且蔡哥已经，蔡哥寸步难行。一、二、三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天啊，还真是不舒服的朋友啊！因为 他脸很方，他很像许孝顺。这看起来是应该就是他本人就长这样啊。给你，我也有啊，我也有。对。好，目前呢，我们的战略是持续移动，低头滑手机，然后。就是一直滑，一直走，然后走到捷运，然后停不下来，停不下来，然后诺基在干嘛？诺基在拍我，相机在出门，我今天至少有拍500次。哦，老板那边，他来了吗？哇，这堆都是要等老板发出脸的，这个是老板，这也太危险了吧！师傅，在那边排吗？对对对，我们排了300人了，一元登场，各位直接开始。刚刚拍完照，拍了大概有快半个小时，超过半个小时。啊，现在我们准备要去看火烧岛演出。这个怎么可能认不出来？没有，他们刚才说没有认出来，是因为你站在我旁边才被。怎么了？好，我离远一点。靠靠水，他现在快要写最后一个字了。靠靠你要写什么？靠靠到底要写什么呢？应该是我。靠靠，你刚不是说网？哦，你说靠靠网络机啊？那诺基，你今天是要靠靠水吗？秘密，我写个渣。那你帮我写个美好了。写个美，这个有什么问题啊？美怎么写？